我可能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永不放弃啊。那因为齐老师不断的在我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提醒我，他就一直叫我们不要放弃，因为不管任何的比赛过程当中都不知道是谁赢谁输，你要比赛了之后才知道谁会是赢家。那所以我们在训练上还是要秉着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在。